桃园拍摄的环境不错，它就是佛教的那种育幼院，佛教的。大家下午好哦，大家下午好啊，我们今天哦，今天呢、啊、来这个那天哦。要答应这个小朋友说，这个在暑假，啊，暑假我们要送给他们一些，一些全新的电脑啊，家电啊、哦。啊，大家记得啊，这个有空啊、哦，这个育幼院再帮我们支持一下啊、哦。这个南部高雄的这个啊、哦，来静觉啊，静觉啊，静觉育幼院或打卡啊、哦。啊，这边呢、哦，就是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物资啊，哈、哦，物资啊，哈、哦，那。家电啊，或是一些比较不错的阅读的书籍啊，或是一些啊给小朋友吃的东西啊，都可以啊送来这一边，或是跟他们联络。我有打卡进行育幼院，上面有地址跟电话啊，你们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私讯他们，或是联络他们啊。啊，来大家啊，大家下午好哦。啊，待会啊，因为啊今天啊子瑜啊要赞助一些哈，子瑜要赞助一些啊。家电啊，赞助一些家电要送啊、哦，跟子瑜自己也有自掏腰包了啊，赞、哦、助一些家电要来送给这些啊、哦、这些小朋友啊、哦，对啊，所以他今天有专程要跟我们一起来做做爱心啊、哦，对吧、啊？那大家晚上好啊，来 ，OK， 对吧、啊？哦，大家晚上好啊，啊记得哦，啊就是暑假啊，只要不要说限定在高雄啊。哦在台北啦，哦，全省哦，就是你们家附近的每一个县市，哦，每一个县市里面呐、啊，哦，你们就网络上查 Google 就有了，就是这个，啊、哦，这个育幼院啊，老人院啊、哦，啊，只要有什么需要的哈，300、500不嫌少啦，啊、哦，300、500不嫌少，哦，啊，你们就，哦，随意心得捐一下，然后让这些小朋友，让这些老人家哦，有一些，啊、哦，就是比较。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跟一些哈、哦、来物资的哈、哦、可以使用哈、哦，对吧？大家来，对吧？哈，来大家哈、哦，大家下午好啊，对吧？那我们先来看今天要送的这些东西哈、哦，来，这个今天哦，今天这个电脑哈、哦，来，电脑在那边啊、哦，电脑好起来啊，他、哦、今天我们送的是电脑啊。哦来，全新的电脑，还有全新的家电，然后要给这些小朋友哈、哦，就是整车啦哈、哦，对吧？来，大家下午好啊，下午好啊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来哈、哦，先来介绍哈、哦。啊，小朋友我们就不拍到了哈、哦，小朋友就不拍到了哈、哦，对吧？啊，记得还是有小朋友想入镜，有吗？小朋友想要入镜吗？不行吧？不行啊，小朋友不行啊，哎，小朋友冷静。还冷静了哈，对啊，哦，对吧？来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搬了啊，好吧？啊，这个，恁先搬，先搬去，恁两个先搬，恁两个先搬，啊，这边，恁两个搬，啊，对吧？来，哦，啊，现在哈，啊，恁先搬去内底，啊，先搬去内底，哦，那个小朋友袂使入，小朋友不能拍照。啊、哦，回家，哎，从这边，小朋友不拍到了，哎，啊、哦，对，来大家，哦，晚上好啊，来，啊，记得哦，记得就是说，哦，暑假啊，只要你们有一些物资啊，需要帮忙的啊，好、哦，需要帮忙的啊，这边就是，啊、哦，家里面呢、啊，啊、哦，一些家电的啊、哦，阅读的书籍啊，啊、哦，生活的物资用品啊，来都可以。来给这些哦，育幼院的朋友啊、哦，小朋友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养老院的啊、哦，这个老人家都可以使用啊。他、哦、今天子瑜啊，要自己自掏腰包啊、哦，买一些家电要送给这些小朋友啊、哦，送给这些小朋友啊，对吧？来 ，OK 哈、哦，啊，大家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、哦。哎，啊，等到那波卖小朋友，他睡你眼啊，嗯，他睡你眼啊，啊，那个小姐。我跟你讲，电脑你不会装没关系，明天我会请那个电脑的工程师过来，好，过来帮你们装，啊都不用钱，他来帮你们装啊，装电脑都不用钱，啊那滑鼠很棒哦，那无线的哦，啊，它不要用坏了啊，哎，对啊，大家晚上好啊，对啊，啊我介绍一下环境好不好？
他不要拍到小朋友，你叫他们不要靠近进来，好，我们介绍一下吧。我们讲海星。这边啊，那先介绍这边啊，来这边就是啊，小朋友不要拍照啊，没有拍照吧啊，来，这个就是高雄市啊，来私立佛教啊，高雄市私立佛教净觉育幼院啊，有拍到招牌吗？有啊，他就是说啊。就是说哦，南部高雄的朋友哦，或是我们线上北中南的朋友哦，他、在暑假哦，再次呼吁哦，还有南部高雄哎，你们就来这边，可以一些爱心物资啊哦，白米啦、生活用品啦哈、还有一些家电哦，来都可以来这边哦，就是给这些小朋友使用哦。他最主要是阅读的书籍哦，家里有一些不错的书刊书籍哈、都可以来哈。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来看啊、然后这一间是佛教净觉育幼院啊、那你们也可以找你们家当地的，比如说台北、桃园、台中啊、屏东，找我们家住家附近的这个育幼院啊、育幼院，只要找啊、离家里近的，也都可以做个爱心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环境啊、介绍一下环境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、送的这个家电的哈、都全新的哈、就是电脑啦哈、电脑跟这些哦、家电，就是哦、我有跟小朋友讲，暑假之前我有空一定会来一天，好、来一天那、送这些东西给他们哈、有新电脑嘞，你们会打吗？你会玩吗，妹妹？要认真玩嘞，啊、玩坏哥哥再送你们一台新的，啊OK 啊，他介绍一下里面的环境啊、来，这个是客厅嘛啊，对啊，这就是平常啊、平常我都会来这边，那、这个平常这个育幼院的客厅，然后介绍这些小朋友很厉害，一画家，来，你看都是奖杯啊，这边都是奖杯啊，你看啊。来，这个团体总成绩奖的啊、冠军啊、这都是冠军了啊、再来都第一名啊、第一名啊、第三名，还有这里啊，全部都是季军、冠军的啊，没啦。所以说，这些小朋友啊，他们在各项的这一种啊、全国性的比赛里面啊、全国性的比赛里面。都是拿到非常好的名次啊、非常好的名次，有这个冠军啊、季军都有，非常棒啊、非常棒。小朋友这边啊，他们的这个奖杯很多啊。我再来介绍一下他们平常啊、睡觉啊、来这个念书的环境啊、念书的环境。Hello， 嗨，啊，可以借我们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，要看哪一间？好，看哪一间啊？好了，认真玩电脑啊、这一间吧，弟弟来见光，啊，见光啊，来，现在这一间几个人睡？四个人呀。对。好啊，你看啊，来，我量一下身高，来，我量一下身高，啊。好，量一下身高来，啊。哇，180！那当然，我180。180啊，那当然，我180啊。嘿，那是平常啊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这边小朋友啊，小朋友平常啊，平常的这边啊，他们念书的地方啊，嘿，啊，这里还有包乖乖哈、啊，嘿，来，对啊，就这边的啊，就是有四个小朋友念书的地方啊，他就取下面乌龟啊。这乌龟啊，啊，要么是巴西龟啦，对，要么是巴西龟啊。他这个小朋友啊，上下腹睡的地方啊，上下腹睡的地方啊，安全平常小朋友啊，在这边睡的地方啊，还不错啊，没办法。啊，里面有小朋友的，好、的这个生活起居室，有厕所，
哦，有一个小型的这个瓦斯炉哦，平常可以在那边煮煮宵夜啊，煮煮泡面啊，乌龟不会让我上啊，这边他、啊、这边小朋友都很优秀哈，还、哦啊、有空可以过来跟他们玩哈、哦，可以啊，来，可以啊，他、啊、那个，他、啊、那个阿豪，哎美女，嗨，啊、哦、我想说哦，你们这边小朋友有总共几个？十七个嘛，啊你等一下，哎进去，进去啊，哎啊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跟我们年轻人赖留一下，啊留一下，我下礼拜我将要送手表给他们，好，啊你看男生几个，啊女生几个，啊我送手表给他们，好像男生几只，女生几只，啊他们喜欢什么手表？运动表，男生喜欢运动表，啊女生我送那个。三 D 都授权的，那个什么那个 Hello Kitty 那个，那很贵的，那很漂亮。然后我把那个叫个美女赖老姐，赖老姐啊，赖老姐啊、哦，对啊，啊就啊目前要缺什么东西吧？电脑明天马上去钢钉书啊，是，等到来帮人倒倒，是，话叫一天帮咱公司用电脑一天有，谢谢。你看一下要装在哪里，再跟他们讲，是，哦，有马仔人在外面，好、okay. 哦，来。啊、然后就原则上啊，今天就是这样啊，这边就是电脑没有人，难道他其他人自己安排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还有这个啊。对啊。好啊，你们这是你们大奶的名字吗？对。董事长呀、啊，哦，谢谢啊，哎呀，让我们合照一下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合照一下，好、哦，来帮你举那个，来姐姐啊，你姐姐啊，来欢迎欢迎，哦。对吧？好，嗯，谢谢啊。对啊，啊，你看啊、哦，你跟我们年轻人耐留一下。啊，你若讲家有需要，欠啥物物件哦，因为我有时候比较忙。好啊，如果看到缺什么东西，你再跟我年轻人讲。哦，对啊，啊，原则上手表下礼拜再要送过来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啊。好、哦，来，你要拍这个来。这样。对。哦，是孤儿院颁发的感谢状，哦，谢谢。对啊，对吧？阿雷啊，阿杰铁，哦，啊，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哈、哦，啊，大家记得啊、哦，记得南部高雄的朋友啊、哦，啊，有空啊、哦，就来我们这个静觉育幼院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还有什么物资都可以过来啊、哦，都可以过来，然后还有就是都可以拿过来，啊，全省的哈、哦，因为暑假到了哈、哦，啊，你们如果有空，家里面有什么物资啊，哈、哦，家电啊，哦。或是一些生活的用品，哦，或是比较好的书籍，都可以啊、哦、捐给这些啊、哦，就是需要这些啊、哦、成长帮助的小朋友啊、哦。OK， 那我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要走了啊、哦。Hello， 啊，我们记得哦，再见啊，好，拜拜啊、哦，认真念书哦，啊，对啊，好了，拜拜啊，对吧 ？OK 啊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哈、哦、就到这边，那记得哈、哦，到时候再帮我们分享啊，分享到这个，把这个就是说。这个育幼院的这一种哈、哦，这一种就是平常啦，好，平常就是有在做这些活动哈、哦，在分享出去给一些哈、哦，一些我们啊、哦、网络上的朋友知道，那大家共襄盛举了哈、哦，共襄盛举把哈、哦、这个啊、哦、把社会中啊、哦、一些啊、哦、温暖的能量啊、哦、给这些啊、哦、需要的小朋友或是这些老人家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啊，待会哦九点直播见哦，待会九点直播见了哈、哦，好，拜拜。